杀食的背影已经准备好了。赌神回来了，发哥吊脚裤潮碌曝光。相隔19年，虽然58岁，但赌神发哥呢一身新的打扮，右手插袋，左手拎钱，高松的阿伯头，更加凸显得发哥更潮更年轻。最靓今日噶啦，你有眼福啊！横掂我都咁耐都冇见香港啲观众，咁你觉得我点样好睇嘅？见啲香港父老嗰啲咪整咯，我咁得啦。赌神当然有赌气啦，由刘伟强监制、王晶执导嘅《赌城风云》，日前喺将军澳拍赌戏，当然仲有久违大家嘅佢饰演赌神秘书，声感演出。发哥开咗3日工，我真系等唔切睇啦！开心到不得了啦！一开工就台风打到嚟咧，10级啦，系嘛，嘭嘭声啦。套戏咧就讲下赌神复出，听讲啊，仲有佢噶、啊，咦，斗错啊！恰咗佢啦，第一日恰到佢嘅嘅声，冇声出。咁唔知对新人又点睇呢？有赌神，当然有赌女郎啊！我觉得。来之前我还有一点紧张，因为发哥是我们几代人的偶像。阿甜甜仲话发哥好照顾佢，仲提醒佢要 relax 啲去做戏啊！哇哦，连 Cool Model 搭堂嘅索腿敏姿都系做狠狠手 Wonder Six 纤体疗程，488仲送丝柏激光去斑，定系做丝柏都抵啦！